654。四常独享为此子之风度，虽巾帼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理，良可言矣。注意拔音不莫反，拔足也。一音同八反，一两通。注二头会天之嫌隙。注三说文曰：蝉蜕所解皮也，言去为至贵也。退阴税。注四言荣之心时欲去权贵，以地不纳，故常循循恭顺。四。若不得已然者也，故自孟孙少以上公主为黄门侍郎。一豪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媳妇有封显亲侯，显宗即位，迁中郎将，兼与林氏。二后座从兄墓有罪，废于家十余年。时天下一安，帝欲尊武帝故事，及匈奴通西域，以故名袭边氏。35年，东拜魏奉车都尉，四以齐都尉耿忠为父，五业者仆射耿秉卫，驸马都尉秦鹏为父，皆至从事司马，并出屯凉州。明年，故与中律酒泉敦煌张掖甲族及卢水羌胡62000骑出酒泉。赛耿秉秦鹏律武威陇西天水牧氏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七右太仆继称度辽将军吴唐江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丹余兵万一千骑出高缺塞。八骑都尉来苗户乌桓校尉文牧将太原雁门代郡上古余阳右北平定湘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故中至天山。九级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时刘立士屯一无卢城。十一耿秉秦鹏绝末600余里至三木楼山。十二来苗文牧至匈奴河水上鲁皆奔走无所获，既称吴唐作不至卓斜山，免位数人。十诸将为故有功，家位特进。明年复出玉门及西域诏，耿秉及其都尉刘璋皆去浮船以属故。十三故遂破白山，降车师，是以据耿秉船，故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十四 ，DG655，注一序汉书曰：给事黄门侍郎610。注二去汉志曰：宣帝命众郎将其都尉兼羽林，至彼2000。十。注三故就随荣在河西，小之边是也。注四去汉志曰：彼2000时，长欲成鱼。注五中言子也。注六岸黄水东经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及其地也。注七居延塞在今甘州张掖县东北。注八高缺山名在朔方北。注九及祁连山也，今在西周交河县东北，今名祁县罗曼山。注十蒲类海今名婆西海，在今亭州蒲昌县东南也。注十一一吴今伊州县也，本匈奴地，明帝至宜河都尉以为屯田，故地今伊州纳直县伊吴故小城地市。注十二匈奴中山名。注十三专将兵者并有浮船，拟何之取信，今去浮接受故之节度。注十四东关纪曰：羌胡剑客炙热未熟，人人常跪前歌之，血流止弦，尽之于故，故者未旦不会见之，是以爱之如父母也。肃宗即位，以公主羞耻慈爱，累世重重，加号长公主曾。邑3000户，征故代位应为大鸿胪，必以其小袭边氏，每被访及。建初3年，追录前功，增邑1300户。7年，代马防卫光禄。寻明年，复代马防卫卫尉，故久立大位，甚见尊贵，赏赐租禄。资累巨溢而性谦俭。DG656。二人好诗，是以此称之。张和2年卒，谥曰文侯。子彪至赦。生校尉先故卒，无子国除。现自伯度。父勋被诛，现少孤。
建初二年，女帝立为皇后，拜谢卫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帝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信并是公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鹰马珠。家莫不为旦，现是工业生意，遂以建职请夺沁水公主原田。帝主逼位不敢继，侯肃宗驾出过园，只以问献，献因喝不得。对。二后发觉帝大怒，召献妾则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十和用玉照高指鹿喂马。三九念使人惊怖，袭永平中长令。英党英伯邓蝶三人更相纠察。四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五有以旧事田宅未言。今贵主上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器械如孤雏服鼠耳。六现大证据，皇后未悔服身谢，良久乃得解，实以填海主。其不绳其罪，然亦不受以重任。著一沁水公主，名帝女。著二因喝游耶塞也。因因于进反，喝因一介反。或作巫，因巫故反。著三欲游差也。赵高解见灵帝计。著四以因邓接外戚，恐其于耻，故使更相纠察也。佛因亲之子。著五切切游秦秦也。著六鸟子生而啄者曰雏。和帝即位，太后临朝，现以侍中、内干机密，一出宣告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帝仅因病中常侍，于是兄弟。PG 657，皆在清要之地。现以前太尉邓彪有意让，先帝所敬而人后委，随二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及以听。其所侍卫折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其校。魏怀玉累世帝师而幸和退自守，故尚书见之，令受精进中。所以内外邪妇莫生一意。著一干主也，或曰古管字也。著二尾随由顺从也。现性果急，以癌提之月莫不报复。一出永平时，业者寒瘀。常考何父勋玉，现遂令刻斩于此，以手祭勋仪。其伤王子都相。侯畅二来吊国忧，三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蝶亲属数往来。京师因蝶母元自通长乐宫，得信太后，被诏召议上东门。现据见信，分公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众，四而归罪于畅。帝立侯纲，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纲等。后世发觉太后怒，必陷于内宫。注意癌因于解反，提因事谢反。广雅癌列也。或位列提称木茂。史记曰：范辉癌提之愿必报。注二齐商王明时，伯生孙章之子。注三章帝崩也。注四屯兵宿未知所。现据诸自求及匈奴以赎死。会南丹于请兵北伐，乃拜献。车骑将军金印子寿官属一司空，亦以直金吾耿丙未复发。北军五校二黎阳雍营援边十二郡骑士三级羌胡兵出塞。明年献于丙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里王师子四万骑出朔方。PG 658。基路塞南丹于屯屠河五将万余骑出满夷谷渡辽将军邓弘。六级援边亦从羌胡八千骑与此前王安国万骑出固阳塞。七皆会卓斜山。现分遣副校尉严盘司马耿奎耿谭江左谷。李王师子又呼衍王须资等八精骑万余与北丹于战于基洛山。大破之，鲁西崩溃，丹于遁走追及诸部，遂临斯取彼堤。海九斩明王以下万三千级，或牲口马牛羊驼驼百余万头。十于是温毒虚日竹温无夫渠王柳堤等八十一部绿西将者。
前后二十余万人。县丙岁登雁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了。公既汉威德，令班固作名曰：注意一准也。常使一人千石。愿属二十九人，令使籍。欲属三十二人，见续汉志也。驻二汉有南北军，北军中后一人六百石，长领五营。见续汉志。驻三汉官仪曰：光武中兴，以幽蓟并周兵旗刻定天。下固于黎阳立营，以业者兼之。又曰：扶风都尉不在雍。现以凉州进羌，数犯三府，将兵卫护园林，故俗称雍营。驻四狮子齐名也。驻五屯屠和丹鱼名也。驻六邓禹少子。驻七固阳在五原郡。故因故。驻八呼衍其号，因以为姓，匈奴贵种也，今呼衍姓氏其后。须资名也。驻九匈奴中海名也。驻十陀因托。D.G. 659。韦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就约车骑将军窦宪，银亮盛名。更易王氏，移纳于大陆，为清济西。尔乃与之金吾耿丙述职。荀彧、李冰于朔方。三阴阳之效，失虎之势，原该六师四季。南丹于东吴还西戎低羌侯王军长之偶。萧纪三万。云容轻武，长谷四分，五云资碧路，万有三千余城。六乐，以八阵，独以威神，七玄甲耀日，诸旗降天。八岁临高阙，下。基路金气鲁，绝大漠，九斩温鱼以信骨，血尸竹以染恶。十，然后四笑横徂，心流会臊，萧条万里，也无一寇。于是欲灭屈。班。反沛而旋，考船宴途，穷览其山川。遂于卓邪跨安侯，乘雁然，聂莫毒之屈落，焚老上之龙庭。十一，上以书高文之素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挥破晋与镇大汉之天生。十二，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战沸而永宁者也。十三，乃遂封山堪石，昭明上德。十四，其辞曰：注意银镜亮信也。尚书曰：二公宏化，银亮天地。庚生也，义福也。注二孔安国注尚书曰：陆陆也，纳之使大陆万机也。周宋曰：为清济西。郑玄注云：光明也。注三左传曰：小有数职，大有寻功。又曰：初曰礼。丁，注四阴阳，如阴之非阳也。诗云：为师上父，实为阴阳。师，山神，受刑也。史记曰：如熊如皮，如柴如犁。徐，广曰：礼与吃同。该，备也。诗云：整我六师，以修我。荣，注五季，吉也。元戎兵车也。诗云：元戎十乘以先起行，轻武言吉也。长谷兵车。 PG 660。注六资车也。称云：言多也。注七兵法有八阵图。注八玄甲铁甲也。前书约发蜀国之玄甲也。注九沙土约墨，直度约绝。注石温于失竹，皆匈奴王号也。周礼，杀人以血涂骨位之性恶任也。注十一，四孝，四面之孝。横徂，横行也。心流会臊，言疾也。安侯，水名。莫毒，丹于头曼子也。屈落为东灭东胡，西走越氏，南取楼烦，西收秦所夺匈奴地。莫毒子姬周号老上丹于匈奴五月大会龙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荡之。注十二，高帝被莫毒丹于围于平城七日。孝文帝时匈奴寇边，杀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许，破开也。天生雷霆之声。甘泉赋曰：天生起兮勇士力，挥大也。
注十三，梁雄曰：“以为不易劳者不久矣，不战废者不永宁也。”注十四，上游志也。老子曰：“上的不得，是已有的。”朔王师西征荒邑，一角凶灭西结海外，二凶其鸟西艮地界。三风神丘西见龙可。四西地载西镇万事。五注一朔，美也。诗曰：“于朔王师尊养实惠。”注二角绝，结整齐也。诗云：“乡土烈烈，海外有节。”注三凶鸟皆远也。艮静也。注四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谓之悲，远者谓之节。歇一节也，邪运因其力反。注五溪广也。载是也。书曰：“奋庸西地之载。”PG 661。现乃班师而还。遣军司马吴四梁凤，奉金帛以北丹鱼。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使鲁中乖乱，四凤所到折招降之。前后万余人。遂集丹鱼于西海上，宣国威信，至以诏赐丹鱼。稽首拜寿，奉因说宜修呼韩邪故事，保国安人之福。一丹鱼喜悦，即将其西与奉拒海，到司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帝又温于堤王奉贡入室，随奉一缺。现以丹鱼不自身。道奏还其事地。南丹鱼于漠北一县谷顶，戎武斗，其傍名曰众山福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现乃上之。赵使中郎将持节及五员拜县大将军，封武阳侯，十亿二万。户县故辞封，赐册许焉。注一言：依附汉家，自保护其国也。宣帝时呼韩邪丹于款塞，朝于甘泉宫。请留居光禄塞下，有疾保汉受降成也。旧大将军位在三宫下，置官属一太尉。一县威权镇朝廷。公卿七指奏县尉赐太傅下，三宫上。长史司马至重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镇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势力。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二注一叙汉志，太尉长史千石，院属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属二十二人也。注二叙汉志曰：太子舍人至二百担，无缘更直宿卫也。是时堵卫卫卫，仅因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境修地宅，穷极工匠。PG662。明年诏曰：大将军县前岁出征，克灭北敌，朝家封赏，故让不受。旧事旧典，并盟爵土，一齐封县冠军侯，一二万户。独眼侯、景鲁阳侯、阴下阳侯各六千户，县独不受。封遂将兵出镇凉州，以侍中邓迭行征西将军侍卫副。注意西汉故事，帝就皆封侯。北丹于以汉还氏帝复遣车协除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献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凤营。知会北丹于为南匈奴所迫，被创遁走，故至司渠海而还。献以北鲁为弱，遂欲灭之。明年复遣右校尉耿奎司马任上。赵国等将兵及北虏于金为山，大破之，客获甚稀。北丹于逃走，不知所在。献计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奎任上等为爪牙邓迭。郭黄卫心腹，班固复一之徒，皆至幕府，以典文章。刺史首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至受乐辉并以武艺相继自杀。一由是朝臣镇者望风成止，而赌进位特进得举例二见礼一。三公仅位执金吾因光禄勋权贵显赫，轻动京都。虽聚焦纵而仅位尤甚，奴客提其一以行义，亲临小人，三强夺财货。
篡取罪人，侵略妇女。上古闭塞，如必寇仇。有司未末，莫敢。举奏。太后闻之，使谒者策免锦官，以特进就朝位。应少好经。书节曰：自修出为魏郡，迁颍川太守。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魏充满朝廷。叔父霸位成文校尉，霸弟裸将做大将，裸弟家。少府其卫士中将大夫郎吏十余人。祝一寿至运子。祝二汉法三公的举例。PG 663。祝三汉官仪曰：执金吾提其200人。说文曰：提，国丹黄色也。言奴客及提其并未纵横也。献祭负重劳，临祀资甚。四年，封邓蝶为穰侯。蝶与其弟步兵校尉累及母元，又献女暗射生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皇。一阶新交结，元举并出入境中，举得信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因知其谋，乃与晋信中常侍郑熙定义诛之，以献在外，虑其。据祸未乱，忍而未发。会献及邓蝶班师、海京师、赵使大鸿胪池。结交营，四军力各有差。献等既至，帝乃信北宫，召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必城门，收捕蝶垒黄举皆。夏玉珠家属喜和普。遣谒者仆射收献大将军应寿，更封卫冠。君侯。献及独景英皆遣救国。帝以太后故不欲明诸县。未选言能相督察之。献独景到国皆破令自杀宗族兵。各以献卫官者皆免归本郡。因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作禀。驾平人二喜封罗侯，不得陈立人。散出窦后之赠粮食，献等欲有谋焉。永元十年，梁唐兄弟四袭九征还，陆游长沙逼。因令自杀。后河西邓后临朝，永初三年，赵朱窦前归本郡者与安封侯。万全据海京师，万全少子张。祝仪太后居长乐宫，故由少府至二千石。祝二丙给也。嫁代平人，非侯家之法，故作焉。祝三罗，现属长沙郡，在今越州湘阴县东北。祝四堂及兄庸，雅地宅并梁怂子也。论曰：卫青获去病资强汉之息，连年以是匈奴，国号泰。半以而华鲁卫之盛，后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 PG 664。窦宪律羌胡编杂之诗，一举而空朔亭，至乃追奔击落之表影。马比堤之曲，名实覆鼎，见告清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张默信以降其实也。一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二夫二三子的志不过防握之嫌，非复搜阳则漏，选举而登也。三当亲并奴仆之时，四斗将军念旧之日，五乃拥立之不暇，四明之无臣，六合义列高于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是有怀完言以救微臣者，亦何可知哉？七祝一将损也。祝二论语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祝三二三子为魏或及献也，皆原交房帷幄之恩耳。祝四卫青本平阳公主家童所生，乡者见之曰：贵人。冠至封侯。卿笑曰：人奴之生，无吃骂足以安得封侯哉？祝五为太后避之南宫，欲诛之日也。祝六无至诸葛瑾曰：失旦之父思义明也。祝七完也，美玉也。楚辞曰：怀完言以为心知计也，亦何可计，言其多也。张字伯相，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苑同号更相推。见一
祝义荣及与窦伯相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机欢。喜何亮见于面也。PG 665。书遂两指，至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府遭枪寇，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一居平。横户书时二公秦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三闻其名，请。欲与交，张不肯往，康以此意重焉。是时学者称东关为老士臧。是道家蓬莱山，四康遂见张入东关为校书郎。住于外黄，现属陈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雍丘县东。住二庄子元县边蓬卫户，论语言回范书时也。住三邓真之子，与之孙。住四老子为守臧使，父为柱下使，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是见史记，言东关荆棘多也。蓬莱、海中神山、魏仙府、幽京、密路并皆在焉。顺帝初，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擢张卫与琳琅江，一千屯其校尉。张谦虚下士，收进十倍，甚得名誉。是时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多交购其贤，张推心待之，故得免于患。注一序汉志曰：与琳琅至二百担，无缘常宿为侍从也。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以召使官数碑送的张自谓之词。贵人末后，帝礼待之无衰。永和五年迁韶府。汉安二年转大鸿胪。建康元年，梁后称制张自勉卒于家。中子堂有俊才，官至虎贲中郎将。赞曰：捆捆安丰，亦称才雄。一题何佑奉图归中。二孟孙明编发北开西。三 PG 666。现时空漠，远兵金山。听家龙庭，陋石燕然。四虽则者鼎，王陵以轩。五注意楚辞曰：捆捆款款也。王亦注曰：至纯一也。一有史也。注二奉图者，未继奉外戚图，乃归于汉也。注三骂运阴仙。注四家胡乐也，老子作之。注五鼎三足，三公相。折足者，言其不生任也。亦曰鼎，折足复公宿也。PG 667。后汉书卷24。马原列传第14。子廖子房兄子言族孙棱。马原字文渊，福丰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姜，号曰马福。君子孙因卫士。一武帝时，以立二千石自邯郸徙焉。二曾祖父通以功封众。何侯作兄何罗反被诛，三故元在世不显。四元三兄况于元武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六注意马服者，言能服御马也。史记曰：赵惠文王以奢有功，赐爵号为马服君。注二东关记曰：喜茂陵城欢礼。注三重河，现属渤海郡，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马和罗与江冲相善，冲祭诸遂聚罪及己，谋反服诸。事件前书。注四祖及父不得为显任也。东关汉纪通生兵，宣帝时矣。郎持节号使君，使君生众，众官至玄武司马。众生元注武东关纪曰：况自长平，余自盛清，元自纪主。注六况河南太守，余中垒校尉。元增山连律。元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其之，常受其师，亦不能。PG 668。首章句亦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二况曰：汝大才，当晚成梁公不是人以仆，且从所好。三会况卒，原行服欠年，不离牧所，尽是寡扫，不冠不入炉。嗣后为郡都游，送求至司，命府五求有重罪，
元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欲设因流木，去宾客多归附者，遂亦属数百家。六转游陇汉贤，常谓宾客曰：“丈夫未至，穷当一间，老当一幢。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继而叹曰：“凡殖或财产，贵其能施，正也。否则守前鲁耳。”乃尽散以搬昆地故旧，身衣羊裘皮稿。注意东关记曰：“受其师，师是颍川满昌。”注二东关记曰：“原以况初为河南太守，赐两兄未立京师，见家用不足，乃辞况欲就边郡畜牧也。”注三从其所请也。注四卢蛇也。注五王莽至司命官，上公以下皆纠察。注六续汉书，原过北地任事畜牧。自元祖兵本克天水，负重右常卫牧帅师令。是时原为护院使者，故人宾客皆一。元王莽末，四方兵起，莽从地位将军领广昭雄郡，乃辟元籍。同县元设卫院一，见之于莽。莽以设卫镇戎大尹，二元卫新城大尹。三及莽，拜元兄元时卫增山连律。四与元俱去郡，复避地凉州。世祖即位，元先诣洛阳，帝遣元复郡，卒于关。元因留西州，韦骁甚敬重之，以元未遂的将军，与决筹策。注一设字句先，见前书 ，D.G. 669。注二王莽改天水卫镇戎，改太守卫大尹。注三莽改汉中卫新城也。注四莽改上郡卫增山，连律亦太守也。莽法点郡者公卫，牧侯称族正，伯称连律，其无封爵者卫尹也。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萧使元往观之。元素与树同礼汉，亦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树圣臣必位以言元入。交拜礼毕，使出旧馆，更为元至都不单一二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树鸾旗毛旗，三景帝旧车庆者而入。四里享官属甚盛，欲受元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元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不走赢国事，无与图成败。反修饰蝙蝠，六如偶人形。七此子何足久积天下事乎？”八因此归魏萧曰：“子阳井底蛙耳，久而妄自尊大，不如专一东方。”注意说文曰：“汉吕也。”杜预注左传：“汉吕门也。”注二东关记曰：“都作答。”史记曰：“达不千匹。”前书音译曰：“达不百蝶不也。”合成篇散文曰：“都至。”错履无极皆不明。方言曰：“禅衣江淮南楚之贤。未知蝶观之东西未知单一。”注三解在公孙述传。注四庆者屈身如庆之屈折敬也。注五古时也。史记周公借伯禽曰：“吾一目三卧发。一时三兔捕，有恐失天下事心也。”注六言：“若不帛修整其蝙蝠也。”左传曰：“如不帛之有福焉，未知度使无谦。”注七礼记曰：“未未勇者不仁。”郑玄云：“勇偶人也。” D.G. 670。有面目激发，有似于生人也。勇因勇。注八基流也。注九言数至是扁侠，如砍井之蛙。是见庄子。建武四年冬，萧使元奉书洛阳。元至，引荐于宣德殿。是祖迎校尉元曰：“卿遨游二地前，今见卿，使人大眠。”元顿守辞谢，因曰：“当今之事，非独君则臣也，臣亦则君矣。一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数必己而后敬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弱势？”二弟父笑曰：“卿非刺客，故说客耳。”
人曰天下反复道名字，则不可胜数。三经见陛下，恢阔大度，同福高祖，乃至帝王字，有真也。必甚壮之。人从南姓离丘，转至东海，及海以为代诏，使太中大夫来摄持节宋元西归陇右。注一家语曰：君则臣而任之，臣亦则君而视之。注二东关记曰：元初道，令众黄门引入，时尚在宣德殿。南武下干则作故云简易也。注三道犹切也。韦骁与元共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的诗。一元说骁曰：前到朝廷，上引荐数十，二美皆艳语，自细至淡，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建成，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正是文辩，前世无比。骁曰：卿为何如？高帝。元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三经上好立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萧亦不义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心元故遂遣长子寻入职。元因将家属随寻归洛阳，居数月而无他职任。元以三府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委多，乃 PG 671。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注一流游传也。注二东关记曰：凡十四件。注三此论语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会韦骁用王元济，亦更狐疑。一元数以书记则辟于骁。骁愿元被己得书增怒，其后遂发兵拒汉。元乃上书曰：臣元自念归身圣朝，奉侍陛下，本无公府一言之见，左右未容之助。二臣不自臣，陛下何因闻之？夫居前不能令人治，居后不能令人宣，三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触冒罪忌，昧死。臣诚。臣与韦骁本时交友。初，骁遣臣东，谓臣曰：本欲魏汉，愿足下往观之。与汝亦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时欲导之。于善非感觉以非义。而萧自侠艰辛，道增主人似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文。愿听一行在所，即臣灭萧之术，得空胸腹，身于侧退就。龙母死无所恨。帝乃召元济事，元具言谋划。因使元将徒骑五千往来游。说萧将高俊任与之属下级羌豪，为臣祸福以离萧有之。把注意胡姓多疑，故曰胡疑。注二邹阳书曰：盘木成万乘之器者，左右谓之荣。注三言为人无所轻重也。诗云：如至如宣，至因丁立反 PG 672。注四左传敬伯宗七曰：道增主人，名恶其上。元又谓书与萧将杨广，使小劝于萧曰：春清无恙。一前别晋南，二级无音意。元贤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矣。定赵明同情，而继孟必惧背叛，为天下表的。三长据海内窃。是思乡图猎，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际。乃闻季孟归罪于元，而那王游翁产邪之说，四字为函谷以西，举足可定以经。而观竟何如邪？元贤至河内，过存伯春，吾见其奴籍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中书望见籍，欲问伯春无他否，竟不能言。小系豪气，婉转沉中。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愁可，自不可悔。元闻之，不自知气下也。元素之计孟孝爱曾敏，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何有子抱三木而跳梁望，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又计孟平生自言所以勇兵西者，欲以保
学父母之国而玩坟墓也，又言苟后世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晚者，将毁伤之；所欲后者，将反薄之。既孟尝者，惠子阳而不受其爵，其金根共碌碌，八欲往复之，将难为言乎？若父则以重职，当安从得子主给事哉？往师子阳独欲以亡乡，待久而春青惧之。今者归老，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曹立而食，并兼侧身于院家之朝乎？时男儿溺死何伤而居游哉？十一，今国家待春青一身，以使牛卢青与朱祁老大人十二共说计梦，若计划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批于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青是计梦，外有君臣之意，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故当见争，与朋友邪，应有切磋。十三，其有之其无成，而但为哪则舌插手从足乎？十四，即今成绩，书上善也，过事欲少未矣。十五，且来君熟天下姓氏，朝廷重之，其意一一常读为西周言，原上朝廷犹豫立信于此。十六，必不复曰，原不得久留，愿即赐报。广进不答。 PG 673，注意春青，杨广字，注二天水蓟县也，注三表游标也，言未标准，为未设的也，言背叛之罪，为天下所指设也，注四游翁，王元字也，注五存游问也，注六三木者，位置故吉谢也。司马迁曰，一者观三木，分耕为乐养也，解见公孙述传。注七愧游路也，注八碌碌游碌碌也，注九未遇封未朔宁王也，注十字陵并因碑正反，注十一游福也，注十二大人为豪杰也，注十三古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注十四为馁软弱也，伪因于罪反，没因乃罪反。注十五以时未遇，注十六伤度也。八年，弟子七征萧，至七一诸将多以王师之众，不宜远。入贤祖既淫欲未决二，会赵元夜至地大喜，引入聚矣。偶一直之。三元因说韦骁将帅有土崩之意，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余地前据米未山谷，指化行意开始西军所从道进往来分。西曲折昭然可晓。帝曰，鲁在无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第一萧西大会。四 ,PG,674, 注一七县属右扶风。注二营行茂也，意见说文。寓意未定也，营因以临反。注三广雅曰直定也。注四第一解见斗荣传。九年拜元魏太中大夫，复来设兼诸江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京城属县多为鲁友。来设奏言陇西清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喜书拜元陇西太守，元乃发布其三千人即破仙林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人一员将，诸种有数万，屯聚寇超巨号门隘。一元与杨武将军马成及之，羌因将其妻子辎重遗嘱于允无谷。二元乃前行贤道，言复其营。羌大惊坏，复元喜唐一谷中，元复追讨之。羌引精兵据北山上，元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成夜放火，击鼓叫噪，鲁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元以兵少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
原众使冠进，帝以喜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原进班诸兵。贺祝仪号门因告门，县名属京城郡。号水名也。门者，水流峡山咸，两岸深若门也。诗曰：伏一在门，一其意也。今俗呼此水为何门何？盖及言之耳。祝二允无因迁崖。是时，朝臣以京城破羌之息，意图远多寇，意欲弃之。元上言破羌以西城多顽劳，亦可依固。其田土肥壤，二灌溉流通。如令羌在黄仲，三则未害不休，不可弃也。必然之。于是 ，PG 675，赵武威太守，四令西海京城克明。武归者三千余口，十个反旧。一元奏未至长吏，善成郭起雾后，六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丰辟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堤人，被公孙述来将者，原街上赴齐侯王君长，赐应受，帝悉从之。乃罢马成军。祝仪破羌，县名属京城郡，故城在今善州黄水县西。祝二吴会曰壤，祝三黄水名。据前书，出京城临羌县，东至允吴入河。今善州黄水县取其名也。一名乐都水。祝四东关纪曰梁同也。祝五京城客人在武威者。祝六字林曰雾，小帐也，亦曰小城。自或作强，因一鼓反。十三年，武都参郎羌与塞外诸种未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及之，至堤道县，一羌在山上，援军据遍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率数十万户王出塞，诸种万余人西将。于是陇右清境，注意堤道县属陇西郡，县管蛮夷曰道。元务开宽，恩信恩宽以待下，任力以直，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元哲曰：此成愿之任，何足相烦？一火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亲小名，侠枪欲屡拒，此乃太守是耳。二傍现场有报仇者，立民金言枪反，百姓奔入城。PG 676，郭狄道长一门，三请必成发兵。元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鲁何敢复犯我？四小狄道长归守四舍，五粮不及者，可莫下服。右后稍定，郡中服之。世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祝仪叙汉志曰：郡当边戍，臣未尝使。又至诸曹，愿使。祝二屡拒，不从之冒。祝三狄道，县属陇西郡，今兰州县也。祝四烧鲁，即烧羌也。祝五小玉也。四舍官舍也。祝六粮甚也。初，原在陇西尚书，言宜如救助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是遂请。及元还，从公府求的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宜更具表言，必从之。天下赖其变，元自海京师，数倍进谏，为人民虚法，眉目如画。二贤于进对，由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府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事闻者，莫不熟而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议和，没有所谋，未尝不用。注意东关纪曰：凡十三难，原一一解之，调奏其状也。注二东关纪曰：原长七尺五寸，色里法夫，眉目容貌如画。初，卷人为寺，一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作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似神话不死，以狂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图党，攻梅宛城，二杀宛侯刘敏，自称南越大师。
前夜，葛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魏广所败。于是使元发诸郡兵和 DG 677万余人急迫广等斩之。注一卷，县名属河南郡，故城在今郑州元武县西北也。注二碗，县名属庐江郡，今舒州让宁县。晚因下板反，又下管反，又交趾女子征策及女帝征二反，一攻梅齐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掠岭外60余城，策自立魏王。于是喜书，拜元伏波将军，二以伏乐侯刘龙为父，三都楼传将军段至等南。即交趾，军至合浦而至病卒赵元，并将其兵。遂沿海而进，随山堪道1000余里。48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将者1000余人。元追征策等至晋西，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策征二，传首洛阳。五，封元为新齐侯，10邑3000户。元乃及牛师酒，楼享军事。六从。荣谓官属曰：“吾从弟少由长哀，吾慷慨多大志。”曰：“是生衣。”是，但取衣食财足，乘下泽车，弃玉款断马，8位郡院使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思可以。至求盈余，但自苦耳。当无在。浪国西里贤，鲁未灭之时，下辽尚务，独弃众争，仰视非冤。叠叠堕水中，久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立，被蒙大恩，委先诸君玉佩金子，且喜且眠。立士皆福称万岁。注意征策者，弥陵县洛江之女也，嫁为朱渊人师所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策怨怒，故反。注二东关记曰：“原尚书臣所驾伏波将军印书符，字选外相，承系令印，系字为白下阳，承印四下阳，为印白下人，人下阳。”DG 678，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其同。见小古文字者，是下大司空郑郡国印章。奏可。注三福乐，县名属九真郡。注四堪楚也。注五岳至云，征策兵起，斗弥陵县。及马援讨之，奔入京西，却救众2年，乃得之。注六师游律也。师曰：“师酒有序。”毛长注云：“以匡。”曰：“师。”师因所以反。注七周礼曰：“车人为车，行则者欲短谷，行山者欲长谷。短谷则利，长谷则安也。”注八款游还也，言行断迟还也。注九渊吃也，叠叠堕帽也，叠因都叠太叠二反。沅江楼船大小2000余艘，战士20000余人，晋级九真贼征策。余党都阳等，自吴公至居封，亦斩获5000余人，较南西平。二，元奏言西余县户有32000。三，元界去亭1000余里，四请分位封西、望海2县，许之。五元，所过者魏郡县制城郭，穿渠灌溉，以立其名。调奏乐律与汉律。国者10余世，六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落月奉行马江。君故事。七，注意吴公，居封2县名，并属九真郡。居封今爱州。注二教，领教也。尔雅曰：“山瑞而高曰教。”教因渠庙。反。广州记曰：“原道交趾，立同柱，为汉之极界也。”注三西于县属交趾郡，故城在今胶州龙边县东也。注四亭，县亭也。注五峰西，望海县并属交趾郡。DG 679。注六国乖船也。注低落者，越别名。
二十年秋，镇旅海京师，军历经仗义，死者十四五。四元兵，车一成，朝见魏赐九卿。云好奇，善别名马，与交趾的落月同谷，乃助魏马氏一。还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而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而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习有奇计，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三，进士有西河子瑜，一名相法。子瑜传西河仪长卢，长卢传茂陵丁军都，军都传承继杨子阿，陈元长师世子阿，受相马谷。法好之于行事，则有验所。陈瑜以为传闻不如亲见，是谨不如察行。今欲行之于生马，则古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金寺著作同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陈景一一视之，中博士口，使谢氏纯奇，丁氏深重，被此数家古相以为法。五马高三尺五寸，为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是焉。注一事法也。裴氏广州记曰：李辽铸同魏谷，谷为高。大魏贵面阔丈余，出城悬于亭，客陈置酒，招致同类，来者迎门。豪父子，女以金银为大差，只以叩谷叩进，留以主人也。铸二史记平准书曰：以为在天莫如龙，在地莫如马。铸三伯乐，秦穆公时善相马者也。桓宽言铁论曰奇迹，复言车垂头于太行之斜，见伯乐则喷而长鸣。注四东门姓也，今名也。注五元同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梁孔弦也。 DG 680上唇欲极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汗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欲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齐锋，则千里。沐欲满而则腹欲冲，珠欲小，髻柱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谷也，腹下欲平满，其沟欲深而长，而膝本欲起，肘翼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肩如石。其因居其反。初，元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绩，名有绩。某余作贺元，元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昔人邪？”习伏波将军陆伯德开至七郡，才封数百户。亦今我为劳，唯享大限，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昔用相济，济曰：“余不及。”元曰：方今匈奴孤环上饶北边，欲自请及之，男儿妖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卧尚在？儿女子手中邪？既曰：亮位烈士当如此矣。注遗汉书曰：平南越以为南海苍梧玉林河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丹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则与前书部同也。还越于会匈奴乌桓寇扶风，原以三府侵扰，园林为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一召百官，祖道原为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未贵当时可见，如卿等欲不可复见，居高间自持，免私鄙言。松后国以贵满至灾，故一己不免。注意相国县名属赵国今行州龙冈县也。 DG 681明年秋，元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古帐塞。乌桓后者见汉军至，鲁遂散去，元无所得而还。元常有疾，梁松来后之，独拜莫下，元不答。松去后诛，
子问曰：梁伯孙弟案，宜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畏礼？云曰：我乃松父有也。二虽贵，何得失？其序乎？三松由是恨之。注意松上武英公主。尔雅曰：女子之夫未案。注二松父同也。注三礼记曰：介父之职有，不畏之进不敢进，不畏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郑玄曰：进父同志如是父也。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及武陵武西蛮夷，亦深入军眉。元因父请行。十年六十二，帝闵其老，未许之。元自请曰：臣尚能备甲上马。帝令释之。元惧安故免，以示可用。帝笑曰：绝硕哉，是翁也。二岁遣元律中郎将马虎耿、舒、刘匡、孙勇等将十二郡牧士及持行四万余人征武西。元夜与宋者绝，未有人夜者度因曰：吾受厚恩，年迫于日所。三长恐不得死国事。今或所愿，甘心瞑目，但为长者加而获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戒戒毒恶事耳。四明年春，君至临湘，吾遇贼攻陷，元营急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筑一立园，筑水金云。武陵有五溪，魏雄溪、蛮溪、有溪。五溪、陈溪，溪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盘户之子孙也。土俗熊作熊，蛮作朗，武作武在。DG 682。京城周界，筑二绝硕，勇茂也。东关既作灾是翁。因许伏反，筑三所进也。筑四长者加而为全要子弟等。戒戒由耿耿也。筑五东关既约二月到武陵临湘也。初，君赐下卷一，有两道可入，从湖头则路近而水险。二从冲则途宜而运远，三地出以为宜。及君至，耿叔欲从冲道。原以为弃日废粮，不如进湖头，破其喉咽，似冲贼自破。彼是上之地从原策。三曰进营湖头。贼乘高手隘，水急船不得上，会属甚。士卒多易死，原意中病，遂困，乃穿岸卫士。以避言气，武贼每生弦鼓噪，元者一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目不为之流涕。耿叔与兄好至侯衍叔曰：前叔尚书当先急冲。粮虽难运而兵马的用，军人数万征欲先奋。今湖头进不得进，大西服欲行死，诚可痛袭。前到临湘，贼无故自至，若夜急之，即可殄灭。伏波泪兮，玉甲湖道亦处着止，六已是失利。经果及意，皆如书言。演的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成一则问元，应代监军。会元病卒，松素怀不平，七岁因事献之。帝大怒，追收元心喜。侯应受。注一下卷，县名属长沙国，故城京城周元陵县。卷因字言反，筑两湖头，山名也在京城周元陵东。武陵记曰：此山头与东海方湖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湖头山也。筑三冲，县名属武陵郡。冲因昌荣反，筑四恶池也。DG 683。筑五武陵记曰：湖头山边有石窟，吉原所穿是也。室内有蛇如百湖船大，云是原之于林也。注六言四伤湖，所至之处则停留。甲阴谷，注七以原往受其败。初，兄子言敦并喜机翼，一而通清侠客。原前在交趾，还书戒之曰：吾欲汝曹文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而可得闻。口不可的言也。好论一人长短，妄是非正法，二此无所大恶也。
临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之无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诗经节离，身父母之戒，三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后周，善口无则言，谦曰节俭，廉恭有威，无爱之重之，愿汝曹所知。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四父丧至客，庶郡必至，无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所也。索伯高不得，犹未谨斥之事，所谓刻骨不成上类物者也。武孝季良不得，现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者切齿，周郡以为言，无常未寒心，是矣。不愿子孙所也。季良明宝，京兆人，时为越骑司马。六宝仇人尚书，宋宝卫行伏伯，乱偶获悉，伏伯将军万里还书以戒。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善其亲卫，败乱诸下。书奏帝诏则松固以宋书及元戒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儿的不罪，诏免保官。国高明树一京兆人，为山都长，妻游。此卓拜零陵太守。八祝一病于之子也。喜因许立反。祝二为讥刺时政也。祝三说文曰今交任也。诗云清洁其离。毛常祝云离妇人之辉也，女诗经节税。尔雅曰离。DG 684。蕊也，郭璞注曰：及今之乡音也。以礼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无为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无为公事也。注四轻重何宜？注五物压也。注六续汉书曰：越骑司马至千石。注七山东县属南阳郡，故城在今襄州义清县东北。今名故城也。注八经永州也。初原在交趾，长耳亦以时，用能亲身省欲以胜瘴气。亦南方亦以时大，原欲以为种，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难，普珍怪权贵皆望之。原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赠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名诸文熙。尔麻虎与鱼鳞侯侯玉等三皆以张言其状，帝亦怒。元妻奴黄惧，不敢以丧骸就迎，才买城西树母弟早葬而已。四宾客故人莫敢吊会。言与元妻子曹所相连，亦缺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作。尚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的葬。注意神农本草经曰：地以未干为寒，主风湿地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轻身益气。注二西之有文才也。注三玉司徒侯霸之子也。注四才景也，与才同。早曹也，以不归旧营，时全葬，故称早。右前云杨令同郡朱伯义却上书曰 DG 685。陈文王的圣政，不忘人之功，一采其衣美，不求备于西。二故高祖设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三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为过者计，大功不计，成为国之所甚也。故章邯为口而奔楚，四燕将据辽而不下。五岂其甘心莫归哉？道巧言之伤类也。六注意周书曰：继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也。注二论语周公为鲁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无求备于一人。注三蒯通说韩信被汉，高祖征通志，事不诛。田横出自称齐王，汉定天下，横有以500人保于海岛，高祖追横，横自杀，以王礼葬之，并见前书也。注四章邯为秦将，使人请示至咸阳，赵高不见，有不幸。
之心，使骸豹寒未赵高禅之，遂降项羽。著吴史记曰：燕将攻下聊城，人或禅之于燕，燕将拒诸。因保守聊城不敢归。辽即今亳州聊城县也。著六莫归由下计也。诗云：巧言如簧，类善也。窃见故伏波将军新袭侯马援，拔自西州，倾慕圣意，贤观。险难一处冒万死，孤立有贵之贤，傍无一言之左，持深渊。入虎口，岂顾忌哉？尔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剿封侯之符邪？八年，车驾西逃韦骁，国际狐疑，西营未及，原见一境之策，卒破西州。即无汉下陇，记录断阁，唯独敌道为国坚守，是名。饥困，即命漏客。元奉诏西使，正为边西，乃召集豪杰小用。羌戎谋如涌泉，亦如转归。三岁就倒县之籍，四存己亡之城。五兵全失尽，因粮敌人，陇既略平，而独守空郡。六兵动有。PG 686。攻失尽者克。诸除仙灵，原入山谷，猛怒力战，非使贯尽。又出征交趾，吐多瘴气，原与妻子生绝，无悔令之心。七遂斩灭征策，克平一州。八贤赴南讨，立县临乡，失已有。夜未尽而死，立事虽易，原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一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的，不进未必为非。人心其乐久屯绝，必不生归哉？为元的是朝廷22年，北出塞末，南渡江海，触冒骇气，将死军士九名灭绝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悉数未闻其悔，足遇三夫之言，横被巫网之缠，时家属渡门。葬不归墓，怨系病心，宗亲不立。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畏之。宋臣妾伤之。注意贤官由其区也。注二战国策曰：魏安离王魏秦将入朝，周兴止之。王曰：许婉谓我曰，若入不出，请训寡人以守。周兴对曰：今有人谓臣入不测之权，而训臣以属守，可乎？婉之守犹属守也。求王于不测之情而训王以守，妾谓王不取也。司马迁书曰：垂耳虎口，又曰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复公家之。南魏元使韦骁也。著三归元也。孙子曰：战如转元十余万仞之山者亦也。著四孟子曰：当今之时，行人政，人悦之，有解于导线也。著五己因其己尽也。著六守因事受反。著七令尤恨也。著八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皆属交。PG 687。周著九江浦也。著时韩子曰：庞贡与魏太子执于邯郸，贡谓魏王曰：今一人言是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庞贡曰：夫是无虎名矣，然三人言诚是有虎。今邯郸去，未远于是，傍臣者过三人，愿王熟察之。夫明主农于用赏，迂于用刑。高祖常与陈平金四万金以贤储君，不问出入所谓。岂复以以前古贤哉？夫操恐父之中而不能自免于禅，此邹阳之所悲也。亦诗云：取彼禅人，投必柴虎，似虎不食，投必有北，有北不受，投必有号。二，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为陛下留思树如之言。三，无始功，臣怀恨黄权，臣闻春秋之意，罪以公除。四圣王之四，臣有五。一，吴若元，所谓以死情事者也。
任下公卿平原公罪宜决宜去以宴海内之望。注意史记邹阳书曰：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求莫敌。夫以恐莫之变，不能自免于单于。注二师小雅相伯篇也。帝禹也，号昊天也，投与昊天，至其法也。注三言如同树无知也。高祖曰：树如己败无事。注四公羊传曰：下灭相，孰灭之？其灭之，何谓不言其灭？谓桓公讳也，以桓公常有计决存亡之功，故君子谓之讳也。注五礼记曰：夫圣王之至四也，法施于人则四之，以死秦氏则四之，以劳定国则四之，能御大灾则四之，能撼大患则。PG 688。四之，成年已六十，常服田里，妾感鸾不哭彭越之意，一冒尘悲。愤战力缺停。注意前书曰：彭越为梁王，鸾不为梁大夫，始于齐。越以谋反，枭首洛阳，赵有收视者捕之，不使还，奏事越头下，此而呼之。书奏报归田里，书奏报归田里。国字孰阳，年十二能诵诗。书长后元凶况，国一方领能举步，一词言贤雅，二元才之书，见之自诗。况之其意，乃自酌酒谓元曰：诸伯小气速成，至敬此耳，足当从鲁秉学。勿谓也。算诸伯未二十，又扶风请示守未成载，四级元未央君封侯，而伯未不过县令。元后虽贵，常待以救恩而卑侮之。伯欲身自清，及元欲禅，为伯能中焉。肃宗即位，追赐伯子谷二千斛。五注一序汉书曰：伯能说韩诗。前书音译曰：景下诗，金领正方，学者之福也。举步者，回旋皆中规矩。注二贤音贤，贤雅由陈敬也。司马相如曰：雍容贤雅。注三丙寿也。注四未成，县名故城在今咸阳县东北。前书音译曰：世守者，世守一岁，乃未真，食其全奉。注五东关记曰：张帝下诏曰：告平陵令，城县人故。云阳令朱伯见武中以伏波将军掘土不传，尚书陈状不顾罪。立怀金善之志，有烈士之风。诗云 PG 689。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其以献见古二千斛，赐伯子若孙。勿令远义缺谢。初，元兄子暗王盘子时，亦王莽从兄平阿侯人之子也。莽败，盘勇父资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事好诗。有名江淮前。侯游京师，与颤卫英心，大司空朱福，齐王张贡相友善。元未解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时当平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二用气自行，多所凌者，其败地也。后遂于盘国与私立校尉苏业、丁弘氏相连，坐死洛阳狱。而盘子素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地。元谓司马吕种曰：三见五之源，名为天下众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病状而旧防未立，似若多通宾客，则大欲其矣。清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尚书者以为素等受诸之家客。因事生乱，律制贯高，任章之变。武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遇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成神人也。注一子时，盘字也。注二长者为豪侠者也。注三世元行军之司马也。注四旧房，诸侯王子不许交通宾客。注五张敖为赵王，其相冠高。
高祖不理赵王高齿之志，任弼中遇害高祖，又任张富轩或是女案做谋反诛。宣帝辞招帝庙张乃，悬符夜入庙，待帝至欲未逆，发觉符诛，并见前书，永平出元女立位皇后，显宗图画见武中名臣列将于云，还帝以交房故独不及元。PG 690，东平王仓官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至17年，元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注意云台在南宫也。建初三年，肃宗十五关中郎将持节追测，是元曰忠成侯。四子廖、房、光、客卿。客卿幼儿其仪，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常有死，罪亡命者来过，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纳而内神敏，元甚奇之，以为将相弃，故以客卿自焉。一元卒后，客卿亦夭眉。注意张仪于卿并为客卿，故取名焉。事件史记论曰：马元腾生三辅，遨游二地，即定节立谋，以干始主。江淮复鼎之愿，盖为千载之欲焉。亦然其借人之祸至以二，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其功名之计，理固然乎？损夫利不在身，以知谋事则治，虑不思己，以知断义必利。诚能回观物之志而未反身之察，若失之于人则能恕自见。其情亦明矣。四注意伊尹复鼎以干汤。光武与窦融书曰千载之欲也。注二位借窦固、梁松、王盘、吕种等皆如所言也。注三居功名之地，禅垢一心而能免之者少矣。注四见人之未至，自见之未明。以自见之名为见人之用，其余物理岂不通乎？ PG 691，廖字敬平，少以赴任卫郎，亦明德皇后季历拜廖卫羽林，左肩虎贲中郎将，显宗崩授仪赵典掌门敬，遂代赵七位忏位，肃宗甚尊重之。注意东关记曰：廖少习易经，亲曰陈敬。元吉武西武功，卒于师，廖不得四绝。时皇太后宫吕节俭，侍从简曰：廖虑美业难终，上书长乐。公以劝承德政，曰：臣按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上。奢靡故元帝罢服官，亦成帝欲晚衣哀帝去乐府。二人而耻，废不习，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三夫改正一封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见客，百姓多创班。楚王好戏邀功，终多饿死。四长安语曰：五城中好高技，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薄。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己，后稍不行。虽获利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功服厚增，斥去华氏，素兼所安，发自胜信。又此城上和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上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由宜加以免恤，法太宗之龙的戒成哀之不忠。七义曰：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八成令私事一尽，九则四海宋的生勋天地，十神明可通，金石可乐，而况于行人心乎？况于行令乎？愿至章作策，以当古人夜宋之音。十一太后深纳之，朝廷大义则以寻访。注意前书音义曰：齐国就有三福之官，春县冠则使为首。福完素为东福，清霄为下福。元帝曰省，故罢之。PG 692。
助二哀帝即位，赵霸正颤之音，简交际及武乐等人数也。助三叔曰，为上所命，从绝优好。助四墨子曰，楚灵王好细腰，而国多恶人也。助五当时厌言。助六言简素曰，后之所安。助七太宗孝文也。玄默未化，深一一题。成帝下诏勿。重简曰，禁断起胡，女乐嫁娶葬埋过至，为侵略人所常服布。禁。而帝初即位，亦为帐去锦绣成于席元提增而已。成帝以赵飞燕哀帝以董贤未简并不忠。祝八横挂九三爻辞也。训下镇上正玄祝云，训未进退。不横其德之象。右玄护体对，对未毁折，后将有修入也。祝九进由中也。祝十勋由征也。言方生勋天地也。祝十一古人无目者也。古者古诗教国子宋六诗。前书李乐。至云乃采诗夜诵。夜诵者其词或密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颂也。廖性直诚未甚不爱权益声明静心纳中不屑毁誉。一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位。顺阳侯以特进就地。没有赏赐则辞让不敢当京师以示称。之注意王毅著楚辞云谢故也。子玉为步兵校尉。太后崩后马氏失意廖姓宽缓不。能教了子孙欲遂投书怨匪。又防光奢侈好树挡雨。八年有司奏免狱遣廖防光就封。PG 693欲随廖归国考及务故。以后诏还廖京师。永元四年卒。何帝以廖先帝之旧后加奉父使者吊祭王主会丧是曰安。侯祝一物无也。故是也未死也。子尊嗣喜封丞相侯。尊族五子国除。元初三年邓。太后诏少封廖孙度为隐阳侯。房自江平永平十二年与帝光绪为黄门侍郎。肃宗即位拜房中郎将稍迁城门校尉。建初二年京城陇西保塞羌皆反移拜房行车骑将军事。以长水校尉耿恭复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鸡舍士三万人集之。军道济而羌豪不乔等为南部都尉于临洮。防欲救之临洮道。显车骑不得方驾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时于李卫大营多数翻至扬言大兵但当进。羌后见之时还言汉兵胜不可当。云旦遂鼓噪而前羌鲁惊走因追即破。之斩首鲁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房开以恩信稍当种接将。为不乔等二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取谷。二十二月羌又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始于河罗谷死者数百人。云年春房遣司马夏。郡将五千人从大道向其前前遣司马马鹏将五千人从贤道冲其。心腹又令将兵长十里条等将四千人绕其西三道聚集复破。之斩获千余人得牛羊十余万头。羌退走夏郡追之反魏。所败房南引兵与战于所西又破之。三不乔破及将种人万。余将赵征房还拜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如故。注意羌东吴少当之后也以其父颠吴将汉乃入居塞内。故称保塞 PG 694。注二立元注水经云望取在临洮西南去龙桑城二百里。注三所西县名故城在今明州河正县东一名临洮东城。意味之赤城
沙洲际云，从东洮至西洮120里。东洮即为此城，房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逛自越齐校尉迁至金吾。四年，封房隐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6000户。房以显宗请籍，入参医药，又平定西羌，增1350户。吕尚表让位据，以特进就地。皇太后宫，明年拜房光禄勋，光位禅位。房数严正式多见采用，是东史施行12月迎弃乐，房所上也。一子惧未尝从小侯。26年正月，以惧当冠，三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祖自临冠之。明年房复已病，起骸骨诏赐故中山王田庐，似以特进就地。注一解见章帝记，注二以小侯故得长从也。注三礼记曰20若冠。以礼曰是冠，是于庙门主人悬。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足是屡战告急，若不及即是远日如初。前期3日是兵如求日之宜。臣服于房中西拥下，东临北上。史家资布冠，赐家皮弁，赐家爵弁。彼子冠于座，以折待也。三家而弥尊，冠而自之，敬其名也。注曰：令月及臣家耳。元服而幼稚，顺而成德。注四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独留京师。建武30年喜。封中山永平2年救国，故以齐田庐赐房也。房兄弟贵盛，奴婢各1000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高于。每田又大起地官，连阁林道，泥亘皆路，多具声乐驱度比。PG 695，朱郊庙，一宾客奔凑，四方必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卫时刻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正给相于故人，目不周洽。房又多牧马畜，复练羌胡，必不喜之，数家遣斥，所以进恶甚备，由是权益稍损，宾客易衰。8年，因兄子欲怨，傍事有私奏房，光兄弟奢侈于见，浊乱甚化，悉免救国。零上路诏曰：旧式一门具救国风，40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乡田庐，有司务复请二以为朕未扬之。秦三注意驱度未取之节度也。注二留之于今，守田庐而思乡过也。注三未扬，失秦风也。秦康公送旧晋文公于魏之阳，念母之不见也。其诗曰：我见旧事如母存焉。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一定以事特亲爱之，乃重定。特进子康，黄门侍郎。永元2年，光为太仆，康为侍中。即窦宪诸光作与后山，复免旧封。后献奴巫光与献逆自杀，二家属归本郡。本郡复杀康，而房及廖子尊皆作喜封丹阳。房为翟乡侯，租岁县300万步。得臣立名，房后以江南下师，上书起归本郡，何帝听之。13年卒。注意东关记曰：光遭母丧，哀痛感伤，行骸骨立。注二东关记曰：奴名欲当。初窦氏有事，欲当王，思从光起不语，恨去怀瑕欲中光。官卜得欲当，因告言光语，现有恶谋，光已被诬不能自明，乃自杀。 PG 696光死后，现他奴郭户自出证明光，现无恶言，光子朗上书迎光丧葬就迎赵许之。子惧嗣后为长水校尉。永初7年，邓太后诏诸马子孙孩。京师随四时见会如故事，复少封光子朗为河乡侯。
言字微清，复于王莽时为扬州牧。言少孤一而好极见，习骑射。二后乃白猿，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焚典，能通春。秋左氏三英兰百家偶言，遂交结阴贤，京师大人贤弃一之。四世郡都由原常与记忆为以家事。帝敦字如清，一之名。元卒后，言乃与敦据归安陵，居据下五三府，称其一行，号曰据下二卿。注意东关记，余卒时言七岁，一解暗赴九江连绿平阿侯王树。明年母腹中，会数师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于外。孙幼扶封曹贡为吴安侯乡，迎言归，仰视之。至四年，赎复原。从车驾东征，过吴安，乃将言兄弟西。延年十三，至洛阳，刘季。郎朱仲孙舍，大奴部护士之也。注二东关记曰：言从其故门生四都学极见，习骑射。注三东关记曰：从司徒祭酒陈元受之。注四大人，长者之称也。注五绝录注曰：句下地名也。明德皇后继立，言乃闭门自守，由复律至积贤，遂更袭北。帝断绝宾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阳。显宗召见，严敬对钱雅亦甚异之，有诏留人受榻，与校书郎杜甫班固等杂定见五注记，常与宗室近亲林毅侯刘馥等论议政事，甚见宠幸。后拜将军长史、江北军武校士，与林进兵三千人屯溪。何美济以忏护南丹于听至司马从事。牧守叶敬同之江。PG 697。君至言过武库，既蚩尤二弟亲遇阿革，三观其事西十人。荣之。注意美济县名。注二武库掌兵器另一人至610。前书音译曰：蚩尤古天子，好武兵，故今祭之。见高祖祭也。注三阿取也。肃宗即位，征拜侍御史中丞，处子专卫郎，宜令劝学省中。二其冬有日食之灾，言上封侍曰：臣闻日者西洋之长，食者因亲之争。书曰：吾况数官，天公人其待之。三言王者，待天官人也。故考基处置以名罗贬。四无功不处，则因圣灵。阳臣福建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思。他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未由意，一则忠以刑法，五不及垂。投塞尔采求财路。今益州刺史朱仆、扬州刺史倪说、六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试，辄有误故，妻幼选举不实，曾无贬作。是使臣下的作威服也。故事周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已成。虚实。八经宜家房检，世尊前置。旧丞相御史亲至执事，为丙级以年老悠游不按例罪，久于是宰府席位常俗，更供王养。以崇虚名，时或为小其职，便复迁徙，诚非见官附禄之意。宜市政百司各则以示周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才以法令传曰：上得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耳未之，水诺则人遐而万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十一如此，虽欲有体，在省消矣。十二书奏帝纳其言而免仆等官。注一专因时言反。后汉书698。注二劝年也。前书王奉建班伯于成帝，一劝学赵建晏。逆殿是也。注三尚书就由之辞。注四尚书曰：三载考基，三考处置幽冥。注五仲因丁仲反。注六尼因武西反。说音乐。注七考暗也。
驻霸前书武帝元寿五年，初置司职，第二千石，长左丞相。举不法，续汉书曰：光武以武帝故事至司职，居丞相府，驻都路株洲。建武十八年省之，驻九鼎及字少卿，鲁人也。宣帝时为丞相，愿时有罪，终无所厌，公府不按例，自即时也。见前书，驻时王养由一为也。驻十一，左传正子产介子太叔为政之词也。驻十二，省亦哉也。建初元年，迁武关中郎将，除三子为郎。严肃见达贤能，深解冤结，多见内用。复以武关中郎将行长乐忏为事。二年，拜陈留太守。严当之职，乃言于帝曰：喜显亲侯斗故，务先帝出兵西域，至一吴、卢屯，凡废武艺，又斗勋受诛，其家不宜亲近京师。是时勋女为皇后，斗氏方宠，时有侧听言言者，以告斗献兄弟尤氏。师权贵心，言下车明赏罚，发监特郡界亲近。时京师而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乡惊动，诸郡皇籍各以状闻。言察其虚妄，独不畏备。诏书斥问，时亦细道：言固执无贼。后卒如言。典郡四年，坐与宗正刘义、少府丁弘等更相属脱征，太中大夫。十余日，迁将作大将。七年，复作侍免。后继位。D.G. 699，窦氏所继，遂不复在位。及帝崩，窦太后临朝，严乃退居自守，训教子孙。永元十年，卒于家，时年82。帝敦，官至虎贲中郎将。严妻子亦为婿荣之名。婿字季泽，七岁能通论语，十三名尚书，十六至师，博观偶及善。九章算术。二顺帝时，为护羌校尉，迁度辽将军，所在有威恩，称荣字有传。注一位故抗新专荣刘续。注二刘辉九章算术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县外差分第三，少广第四，商公第五，军书第六，营部族第七，方城第八，巨谷第九。棱字伯威，原之族孙也。少孤一从兄亦共居业，恩犹同。产一族五子，棱心丧三年。一注意东关纪曰：一张掖属国东魏。建初中，世郡公曹举孝廉，及马氏废，肃宗以棱行义，征拜业者。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使古贵名基奏罢言官。一利百姓，镇平雷，薄赋税，新赋皮胡，盖田二万余顷，利民。贺时送之。义永元二年，转汉阳太守，有威严称。霸将军窦宪，西屯武威，仍多奉军费，侵赋百姓，献诸作抵罪。后数年，江湖多聚贼，以仍为丹阳太守，仍发兵掩击，皆擒灭之。转会姬太守志意有生，转河内太守，永初中做事抵罪，卒于家。注意东关纪曰：棱在广陵，蝗虫虫入江海，化为鱼虾，心腹皮胡，增岁租食于万湖。 DG 700赞曰：伏波好功，源自纪陇，南境落月，西徒烧肿，卒。年已流壮情方勇，云德寄生，家作以心。廖伐三去，防遂交陵。一注意左氏传曰：宋正考府三命资一功，一命而楼，再命而语，三命而府，寻墙而走，亦莫于敢武。 DG 701后汉书卷25卓鲁卫刘列传第15鲁公帝批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时学，
于长安，是博士江生，一习师，立即立算，就及师法，称未通。如，性宽仁公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貌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二，注意江生，鲁人江翁也。昭帝时为博士，号鲁师宗。见前书，注二东关记曰：貌为人恬淡乐道，推时不畏华茂，行己在于清浊之贤，自述发至白首，与人未尝有争竞。初辟丞相府使，是孔光，光称为长者，时常出行，有人认骑马。茂问曰：此王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黑杰与之，挽车而去，故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的王者，乃一府送马，后头谢之。茂庆不好争如此，后以卢术举卫侍郎，给侍黄门签密令，一劳心谆谆，是人如此，二举善而教，口无恶言，立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三人常有言不停，常受其米肉矣者。四 ，PG 702。茂批左右问之曰：平常未从汝求乎？未如有事主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义宜之乎？人曰：往宜之耳。茂曰：宜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利，利不取人。今我未立，是以宜之，利既足受，故来言耳。茂曰：汝未必人矣。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之相近是也。今邻里长老上至愧矣，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利与民乎？利故不当成威，利强请求耳。凡人之生偶居杂处，故有经济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闲邪？平常素善利，遂时宜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敬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力怀其恩。初，茂道县有所废置，帝人笑之，临城闻者皆痴其不能。河南郡未置首令，茂不畏贤，李氏自若。五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地时，天下大荒，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杜由言之，六太守部信自出暗行，见乃浮焉。注一密，今洛州密县也。注二谆谆，中景之茂也。诗曰：回耳谆谆，因之顺反。注三家语曰：密子见未丹负载，人不忍欺。注四不畏所不也。注五东关记曰：首令与茂并居，久之立人不归王首令。注六续汉志曰：郡监县有五部，不有都邮院，以察诸县也。是时王莽秉政，至大司农六部丞，劝客农桑一千，茂未经。PG 703。不成，密人老少皆替弃随送，及莽居舍，以避免归郡，常未门。下院祭酒，不肯坐直立。注意王莽摄政，至大司农不成十三人，人不一周，劝客农桑。经书及东关记并言六部。更始立，以茂卫侍中祭酒，亦从至长安，知更始政乱矣。年老起骸骨归。注一序汉志曰：侍中无缘掌事左右，故问应对本。有仆射一人，忠心转位祭酒。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亦河阳夜见。亦乃下诏曰：前密令着茂，束身自修，直节纯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朱胄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旅。
尔君以貌为太傅，封裸的侯，失邑二千户。三，自己仗车马，衣一袭，续五百斤。四，父以貌长子荣为太，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建武四年，薨，赐官至仪。帝车驾素服亲临送葬。注意东关记曰：茂十年七十余矣。祝二王子比干骤杀之，商容因贤臣。武王入殷，命弘邀封比干之墓，命毕公表商容之驴。表金贤也，驴李门也。事见史记。祝三东关记续汉书皆作宣德侯。祝四丹复据魏之席。TG 704。子崇嗣喜封范乡侯，官至大司农。一崇族子申嗣。二申族子辛嗣。辛族子龙嗣。永元十五年，龙族五子国除。祝一范乡在琅邪郡不齐县。祝二申因丑金反，右所金反。初，茂与同县孔修、陈留、蔡勋、安西刘宣、楚国公胜上。榜报宣六人同志，不是王莽时，并民众当时。修字子权，哀帝。初，守新都令。以后王莽秉权，修去官归家。即莽篡位，遣使。金玄勋，数国请为国师，遂呕血脱病，渡门自绝。光武即位，求修勋子孙，自古以金显之。刘宣字子高。安西侯崇之从弟之王莽当篡，乃便民信报经书隐蔽灵叟。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袭封安西侯。卓公圣子赐位上古太守。圣报宣是在前书，勋是在玄孙。雍传注意新都县也属南阳郡。论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萧乎者联想，因成者相望。一思故空总不暇给之日。二卓茂断断小载，无他庸能，三十矣。七十余矣，而守家聘命，忧辞重礼，其与周晏之君表驴立馆。何意哉？四余是运奋归道之兵，五岳关祖捐宗族以排金门。者惜矣。夫后性宽中近于人，犯而不孝临于树，六律思道也。愿悔何其至乎？七，注意萧虎怒也。诗曰：看如萧虎。应成言以成字。TG 705。应绕。注二字书曰：空总穷困也。给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给足也。注三段段由专一意也。书曰：段段一无他计。注四史记燕昭王即位，欲雪其耻，以昭贤者得郭伟位。注公而失事之。注五运积也。注六孝报也。零敬也。曾子曰：犯而不孝。注七怨未为人所怨也。悔恨也。鲁公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清清公卫。楚所灭，迁于夏邑，因是焉。势力二千石，爱平贤，自鲁而喜。祖父匡，王莽时为西河有权术，号曰智囊。一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时公年十二，弟批七岁，昼夜号。永不绝声，郡中附赠无所受，二乃归扶桑，礼过成人，相礼齐。知。十五，与母及批聚居太学，习鲁师，三壁互讲诵，绝人贤。是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注意匡设六管之法以穷工商，故曰权术。注二公羊传曰：或财曰富。注三高祖使鲁申公师也。太尉赵熙慕其志，每岁时前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一公连批小欲先救其民，托疾不适。郡庶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公不得已而息，因留新封教授。建初初，批举方正，公许魏郡吏。太傅赵熙闻而辟之。
肃宗及诸儒于白虎关攻特，以金明的诏与其意。二 ，PG 706，注一问疑也，注二与因欲也。昔复举公直言，待召公车拜中谋令，公专以德化为礼，不任刑罚。宋人许伯等争田，雷守令不能决，公未平礼屈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平常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送于公，公召平常，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公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应受去，愿使弃替共留之。一平常乃免悔，还牛亦欲受罪，公事不问。二于是立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云上驾犬牙原界不入中牟。河南尹元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人数愿肥亲往连之。三公随行阡陌，具作桑下，有志过止其谤。谤有同儿，亲曰：“而何不补之？”而言至方将除，亲渠然而起，似与公决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正气耳。今虫不犯境，此一义也；化及鸟兽，此二义也；庶子有人心，此三义也。久留徒扰贤者耳。”海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加和生宫殿作庭众，武安因上书言状，递一之。会召百官举贤良方正，公见中谋名士王方，立即征方一公。车李治与公卿所举同，方至卫士中。公在世三年，周举游邑，会遭母丧去官，立人思之。注一序汉制曰：“县制愿使如郡。”注二是宽待也，因时夜返。住三人数院，主欲属河南尹建汉官仪连察也。住四渠因久住反。住五变作于变策之处，非正事也。续汉书云：公千步今公封以严府，府及奏上引以其劳曰：“君以明的九曲。” PG 707，中谋物产之化流行，天降修睿，应行而生，引甚加之。后拜侍御史，何帝出力，亦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吉匈奴公上书谏曰：“陛下勤劳圣思，日则不食，悠在君意，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服毒思之，未见其变，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假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蓄积，会心遭大忧，人怀恐惧。宜陛下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量因三年听于宜载。百姓缺然，三十不闻景，必之因二目不怀思惶惶，若有求而不得。损今乃以盛春之月，新发君意，扰动天下，以示容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政。十由内及外也。注意张帝崩也。注二三十秋夏冬也。天子出井入壁，和帝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一及匈奴。帝在亮阴不出，故百姓三十步闻井壁。注三礼记公曰：“鲁人言丁善居丧，使死惶惶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私地，故公引之。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由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喘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习太王众人命而去兵，故获上天之佑。一夫戎狄者，四方之义气也。敦一句四，与鸟兽无别。尔罗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侮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志积弥不绝而已。”三注意史记：古公修后继，公留之业，国人皆待之。龙宅公 PG 708之人人皆怒欲战，古公曰：“人以我故战，杀人父子与不忍威。”
南与私属进去兵，止于其下。兵人举国扶老西弱，尽复归于其下。韩国闻之，亦多归附。古公乃迎逐城郭氏乌尔一之，人皆歌颂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为大王，著二仪，平也。四放也。言平作巨傲，四放无礼也。著三字书曰鸡马骆头也。仓颉篇曰泥牛塔也。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人行义，上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夜乐产，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合于上，降风时雨，腹背远方。夷狄崇义而至矣。义曰：有福盈否？终来有他齐。义言干，余满我之否？成来有我而及矣。二夫以得圣人者昌，以立圣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始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成其虚号，立其为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既称远出塞外，足不见一虎而兵已困矣。三白山之南，不绝如岩，四都护县眉，士卒死者如鸡，武器今被其孤独，故寡哀思之心未泯，仁者念之以为累袭，奈何复欲袭其气，不顾患难乎？今使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六使者在道，分布都去，七上下相迫，民贤之急亦已甚矣。三府病粮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偶聊百姓，贤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企图匈奴而已哉。唯陛下留圣恩，修霸士卒，以顺天心。注意一笔卦辞也。福诚信也，否土气也。王弼注云 ,PG,709, 轻乎天下浊信盈否，应者起一道而来，故必有他己也。注二笔卦坤下坎上。坤为土，否之象也。坎为水，与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于瞒我之否。有诚信，则他人来复而及也。注三永平十六年，窦固既称耿丙、来苗等四道出吉凶。母固至天山，即走呼衍王，称作不至浊邪山，无所见而还。下狱免位数人也。注四白山及天山也。言称故具及匈奴，故至天山，称骸。下狱同立兼为，故曰如言。公羊传曰：中国不绝若言也。注吴永平末年，燕齐归资共工梅都护陈牧，杀力士二千余人。注六度因大各反。注七去因促。书奏不从。梅正是有益于人，公者言其变，无所隐晦。其后拜为鲁师博士，由世家法学者日盛。千世中数赵燕。见问以得师，赏赐恩礼宠一焉。迁乐安乡，一世时东周多道。贼偶被攻劫，诸郡患之。公道重构赏，开恩信二旗渠帅。张翰等律之党将，公上以汉补国昌位，三旗于岁自相补及进。或平之，周郡以安。注意张帝孙迁城王宠乡也。何帝改迁城国为乐安国，故城在今淄州高院县北。注二说文曰：以财相求曰购。注三国昌县属千城国，今青州县也。永元九年征拜一郎。八月引咒斋会张台赵石小黄。PG 710。门客引公前。其夜拜事中赤使陪城劳问甚卧。东千光禄。勋选举清平，今师贵期末能往其政。十二三年代吕盖为司徒。一十五年从巡狩南阳除。
子府为郎中，赐驸马从驾。两时地披衣为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后座侍侧免。三上帝即位。以功为长乐禅位。永初元年。父代梁伟为司徒。四。著遗汉官仪曰吕盖赐君上御苑陵人。著二父父也。非正所成皆为父。说文曰驸马父。马也。著三序汉书曰作族弟弘农都尉秉氏免官也。著四汉官仪曰伟字伯元河东平阳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麦丘德按验薄刑而周俊豪以科察为政。因此遂圣下段誉公赏书谏曰臣福建诏书尽落天时亦忧念万民未重和气罪非书。此且勿暗验尽柔良退贪残奉时令。二所以助仁德顺好天治和气立黎民者也。助一若顺也。尚书尧典曰埋命西河亲若好天尽。受人时助二言顺月令以行事也。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儿。自立太守不升为幽冥习事之源尽粮退残之化亦因以盛下。征召农人居对考验连至无以私立典司经师四方士则。PG711 二儿竟于春月分行诸部拖延劳来平人而无隐策之时烦扰。郡县连考非及逮捕一人罪言十数三上逆时器下伤农。夜安逸五月够用事。四经曰后以师令告四方。五言君以下至之日师命令指四方行者所以助为因也。六行者上旨之况于待诏考略夺其实哉。助一月令曰孟夏命太尉暂节郡遂贤良举长大。行决出路必当其位。助二汉官仪曰司隶校尉董领京师及三府三合弘农。助三代即也。此所连及即追捕之。助四东关纪曰五月构卦用事。构卦巽下干上初六。一阴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助五告离也。一构卦象曰天下有风构后以师令。告四方。但为天君之象也。巽为风号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御人君师令也。注六义父卦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故下至以止行也。五月阴气始生故曰为阴。比年水旱商驾人机流冗。一经始下白骨全于阳气胎。养之时二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满勿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清洗。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三又曰仲夏挺仲秋一其时。四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五。人伤于义。六夫断薄刑者为其轻罪以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志可从此令其决预案考皆。以立秋未断以顺时节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法以轻矣。注意冗散也。DG 712注二尔雅曰全于时也。万物皆含胎长养之时。注三正玄注礼记云身之气成之也。胡与白露之类也。食物得而伤也。注四挺由宽也。注五息之气成之也。八月素植卯未遇主杀。注六大陵之气未害也。大陵心明。春秋合成图曰大陵。主死丧也。初肃宗时段誉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博弈。更太后召公卿以下会议公议奏曰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
食，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职文不同，而资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氏所造，而所具皆下之时也，一其变者为正朔、服色、牺牲、挥号、器械而已。二故曰：阴阴于下礼，周阴于阴礼，所损亦可知也。亦曰：潜龙勿用。三言时，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脏，未得用事。虽许须万物，养其更该。四而由盛阴在上，地动水冰，阳气否隔避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使凝也。训至其道，至坚冰也。五言五月为阴时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注一位气候及星辰淡，皆夏时也。注二夏以见营未正，服色、牺牲、挥号、器械皆上黑。阴见丑未正，上白。周以见子未正，上赤。周以夜半未朔，阴以鸡鸣未朔，夏以平淡未朔。祭天地宗庙曰息，补得吉曰生，挥号旌旗之名也。器械礼乐之器及甲兵也。注三龙以御阳气，亦干卦出九爻辞。